好，錄影節目都要循例講一講玩具 TV 第31季第一集嘅錄影。今次要介紹嘅就是上次帶咗嚟都係開唔到箱嘅 Metal Robot 雲。如果大家有追開小弟嘅頻道嘅話咧，都知道高達世界入邊，我有五部最中意嘅 MS。High New Gundam 就是 Top 3嚟嘅，咁所以變咗坦白講，佢夠姜出咩版本都好，我就夠姜買。咁所以呢一度又有機會同大家分享翻，今次冇記錯的話就第四個版本嘅 Robot 雲系列嘅 High New 啦。我仲記得個堅進化，第一套堅進化。啊、不過好彩你上個禮拜開唔到，因為我唔喺度啊。而家開到咧，我實物第四隻，因為我中係第三套。唉，總之就～一殼眼淚，因為佢出咗好多隻，我心大心細咗好耐買唔買呢、這個。我夜間我有買嘅，呢、這個我就一路都諗緊。咁啊，而家有機會睇下睇下實物啦。通常我有 Metal 標之後咧、啊，就未必會買 Metal。係啦，因為你冇理由 down 個 grade 去玩噶嘛。係啦，咁啊，未拆膠紙，唔好意思。咁啊，拆埋膠紙先啦。咁啊，預告一下呢一隻亦都會喺 Toys Bibit 度出售嘅。咁一定有啲嘢啦。一定啦，但我德哥走得快，一定有古怪啊！走得快，哦，呢個唔關事，就係呢個啦嘛，係啦，掹佢先，哇！即係多佢真係唔好介意，未乜 Q 都未掹，所以變咗就有少少貧民嘅。哇！其實色真係幾靚，佢個珍珠灰白溝呢、這個，其實我之前咧一路睇嗰啲官圖咧，我以為呢隻嘢係金屬藍色嘅，係，但係咧睇實物咧，佢偏紫多少少嘅。嗯，咁啊喺呢一個拆膠紙嘅情況之下咧，咁啊記住呢一隻係會 Toys BB 嗰度出售嘅。咁啊，你會見到其實版面係唔會有任何分別嘅。你如果有買到之前嘅版本嘅話咧，放心，你會有一種非常之熟悉嘅感覺，同埋非常親切嘅感覺，因為係一 Q 模樣嘅。成個版都一模一樣。係啦，咁所以其實今次佢 sell 呢一個 High New 嘅 Special Color。Amoros 是為什麼呢？就是為了大家早前如果入手了電導紅的夜鵪的話，沒辦法，你擺之前的 High New 下去是絕對完全不襯的，一定是金色，金屬色配金屬色的，是啦，所以又再掠多你一次錢，我又賴了一次嘢。好了，繼續回來了。那版面是這樣都看過，那第二版自然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浮遊飛刺炮K 專用台座啦，台座基本上我都唔會話點樣再同大家花時間介紹㗎啦。咁啊，當然還好嘅就係台座係新嘅 marking 嚟嘅，但竟然唔係燙銀咯，special color， 但係就咁印白色咯，銀色銀色嚟嘅，唔使擔心。佢唔反光唔領身喎，感覺佢。係咯，但以往佢通常啲 special 版佢會有個燙銀定咩噶嘛？係啦，咁啊或者要麻煩水哥幫我介紹或者喐下佢先啦，因為我想插咗啲浮遊飛刺炮先。嗯，哇！我第一次玩嘅，其實如果你講 Metal Robot， 嗯，係啊，因為我玩開 MB 度啊。咁啊係，呢啲 cheap 嘢唔係你個。其實我覺得佢邊度會冇呢啲 cheap 嘢？辛苦你啊，辛苦曬手啊！呢個真係我有錯曬，但係我錯曬嘅，冇錢買嘅。係，但咁先講外形啦。咁其實我覺得咧，佢係個裙甲係做得特別長。啊，我都覺得係，佢嗰條裙係長，特別係後邊嗰塊裙甲咧，係啊，係擺明係隻腳都唔使喐嗰啲長度。做長咗會有咩感覺？可以一種好重量感。係，因為其實本身我或者講多少少啊，真係就住New Gundam 嗰個 design 咧，佢確實係有少少呢一個死了，另外一個專畫高達的是藤鋼劍機，不是藤咩狗？藤咩和狗？近藤和狗嗰個感覺，即係雖然佢本身都是出於老師的 design， 咁但係佢呢一個系列的版本咧，都感即係會俾到我呢個感覺。佢個頭係近藤和狗風的，係因為佢係特登咧，唔係馬面拉長，係拉闊啊。冇錯冇錯，所以做咗嗰個效果出嚟。有水哥就真係解説方面就簡單好多啦。咁啊，繼續喐下佢啲關節，可以俾大家睇下，其實真係個可動性喺邊度咧？佢啲金色咧做得幾好嘅，啲金色呢啲位咧，其實咧，雖然佢當然啦，淨係
咦，佢唔係普通金色信息，佢用咗金色件喎呢個。咁我可以我諗轉一個圈，可以俾大家大致上望翻 High New 今次其實屈咗你第四次錢，佢俾咗啲乜嘢你咧？俾啲顏色你。Fine， 俾啲顏色你啦。即係其實佢主要係成隻換咗另一個顏色啦，即係珍珠灰白啦，跟住之後一個金屬嘅紫藍色啦，咁然後一啲新嘅 marking 啦，個頭係新嘅係咪啊？係新。咁除咗頭之外，佢喺件上面有啲咩係新件咧？其實我印象中，不過當然其實大家可以真係話睇翻Tamashii 嗰個介紹嘅，但係我自己嘅印象咧，主要都會個改動係喺個頭嗰度嘅。啊，我幾中意佢係用 RS93V2 咯，佢唔係就咁寫 High New 咯。嗯，因為當然啦 ，marking 呢個就真係佢冇得唔改嘅，因為呢啲都唔改嘅，真係呵撈嘢啊，大佬。係啊，但係未必人知道 V2 點解。嗯，因為當年係佢嗰陣時小説版嗰陣時，佢唔會就咁叫 High 料，即係個定案係 V2 嘅嘛。冇錯，所以有呢一個水哥呢個咁嘅活字典咧，咁啊大家真係會玩得開心啲。我都係聽 Tech 哥同我講嘅嘢。但係我有啲好奇，如果以呢款嚟講，咁大部分冇具佢之前出過啦，咁佢有冇啲咩即係可能係關節上嘅之前會鬆啊，而家吞緊咗，或者係第一版嗰陣嚇佢係鬆。第一版是鬆的，即是第二版已經，即上一隻已經修正了一些。哦，是的。去到這一版，其實我覺得它好像沒什麼動過。但是它實際上，即例如你對於這個產品，其實看來有沒有什麼缺點是還未能夠接受的呢？即還未完善的。你快玩 Metal Bill， 走，走，走。沒辦法，即我在這裡都跟觀眾說句不好意思先，因為即水爺玩開的都是一些貴價的玩具，例如說 MB 啊那些，所以變了在今次即不要介意這個評論來說，大家都要參考回水爺就住一些高階的玩具的定位的。這個大水爺成日欺凌我們，他做大了群價位呢，他就會影響到他起腳那一下。哦，是啊，Metal Bill 沒有這個問題，是不是少啲，佢個裙帶做短咗啦。啊，咁呢度佢個直腳基本都係 OK 啦，過90度啦，我覺得就。啊，不過少少，佢一定係揞住自己嘅。啊，咁後面嗰塊大個裙夾位一定會阻住自己。係啦，喺呢個 buy time 嘅情況之下，我終於都將啲飛刺炮塞翻曬喺個背脊度啦。咁啊，都執一執翻俾大家望一望翻，其實基本形態嚟講，呢一隻 High New 俾到啲乜嘢大家呢？咁啊，題外話講多少少啦。咁我相信嚟緊應該大家有訂到 Premium Bandai 嘅話咧，都知道呢一個 Metal Robot 雲嘅實戰配色。Freedom 同埋呢一個正義都就嚟派貨噶啦，早咗啊嘛，係咪？係啊，早咗，冇錯。咁啊，變咗即係中意玩嘅都絕對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咁如果再想玩快少少嘅話咧，就留意下一集嘅 Toys BB 就會有其中一隻嘅應得過開 Justice 係啦，就上一集介紹嘅實物就會喺呢一個節目當中拍賣嘅。啊，唔係今個月會有 Freedom。電影上啦，香港四月尾，冇錯，25號會唔會 group 埋有人一齊睇嘅？誒，都有個好提議，係咪啊？已經有幾個色嘅包場，哇，係啦，可唔可以包埋我啊？聽講開咗唔夠兩日就已經爆曬啦，哦，係啦，哦，咁就睇下邊間戲院開啦，咁啊，咦係喎，想提翻點解佢，哇佢都淨係佢都俾兩嚿呢啲嚟揀喎，係啊 ，OK 噶，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原本呢一個嗱。當然啦，即係喺玩嘅情況之下咧，你可以選擇翻用呢一個背鰭，定係用翻佢原本呢個背鰭嘅，完全唔同風格。我個人嚟講咧，就中意原裝嗰個多啲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你話想跨啲嘅，可以裝翻呢一個背鰭上去都係冇問題嘅。咁啊，好啦，又要麻煩你啦。咁啊，麻煩緊阿水爺裝咗嗰陣時咧，咁都哇搞掂，即刻可以擺翻上去。咦？是不是這樣？就這樣了。但其實我覺得它作為一個限定配色應該多些不同的東西，即例如比如呢有少支架給你玩浮油炮這樣呢。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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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
band 帶邊有咁發生？有㗎，有啲款佢係會有埋支架俾你玩啲浮油炮，但係呢只就冇咯。即係出咗咁多次，你都俾啲新嘢我玩啦。你幫我揸揸槍啊！好，喂，大佬，風鈴都有啊，400蚊。好啦。本身我相信今次或者不是叫今次的就住 High New 呢個 series 的產品都會係著重過佢嗰種厚重感嘅。咁所以變咗喺呢一個咁強嘅金屬配色嚟講咧，你冇入到或者縱使有入到之前嘅版本，唉，坦白講，如果純粹講個色水咧，無可否認。今次的而且確是最靚同最吸引的，你會見到佢嗰個金屬色嗰個配搭同埋珍珠色嗰個配搭咧係好 match。咁當你同埋只夜鵪一起擺埋喺度做一個對決嘅畫面嘅話咧，嗰個感覺應該係非常之正嘅。咁另外 Metal Wobble 雲嚟講，其實都唔會話即係需要擔心話個可動性或者一啲關節嘅鬆緊程度。咁所以變咗玩嗰陣時，亦都唔想話就住咧。咁成件事基本上作為玩具嚟講咧，都有幾高嘅評價嘅。因為重點拉翻後少少先，你唔會鬆掉劈啊咩都，大佬呢樣嘢玩玩具係好緊要，即係等於我頭先玩只 Mark 50，我係好欣賞嘅，因為真係嗰種實在感咧，係玩落去會好舒服。咁啊，其他裝備我唔打算再搞噶啦，我純粹因為我相信即係大家有入到手或者有冇入到手都好，呢一隻嘢你應該都玩到耳熟能詳，所以我係咁以擺多少少唔同嘅姿勢，就諗住即係叫做介紹到呢度就算啦。咁呢一隻咧，同之前嗰一隻版本咧個價錢咧，即係普通顏色嘅價錢爭幾遠到啊？其實我冇好特別留意翻之前嘅 High New 而家嗰個價錢係幾多少？呢只好似定價1020，係加四條嘢運費咁。係咁，同埋我諗喺街咧都唔係話即係現貨，我諗都係即係千二樓下就有啦，都有交易㗎。係千一都有啊。係啊，所以完全冇炒添。以我呢啲比較窮嘅玩家，我應該買呢只，定係我等 Metal Bill 出呢個顏色儲夠錢先買咧？反正呢個都係 Metal Bill 嘅未來嘅色嚟㗎啦，我就都咩 So Purple 咁樣啊嘛，到時 So Violet 咁樣啊，佢過下咩可能下年文展就係聽單就聽到你嘅説話啦，係啦，冇錯啊，係啊，啱啊，咁但係佢呢個都係試水温，睇我買唔買，我依家就唔買啊，夠姜定出，係啊，我個人意見啦，其實如果你係滿意對上一隻 High New 嘅話咧。我覺得都真係冇乜需要買嘅。咁但係你如果即係夜鵪呢啲咁難入手嘅，你都入到手嘅話咧，你呢一差嘢真係唔好慳啊！因為呢兩件嘢擺埋一齊嗰種滿足感咧，基本上就係今次呢一個 High New 嘅精髓。第一隻過鏡個色真係特別靚，實物睇都冇咁靚啊！但係鏡頭嗰畫面，鏡頭畫面色咧偏翻紫啦。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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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個色好靚，同埋佢冇咁深色，實物睇比較深色少少。同埋其實你話就住個裙甲咧，我又唔係話覺得佢對於個可動性有幾大嘅影響。咁啊，當然你即係同啲高階，即係平時水爺玩開嗰啲 MB 比咧，就點都會係有少少出入嘅。唔係啊，水爺中意短裙。系啊系啊，阿姐边个唔中意先？我长裙。你我先讲我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次介绍到呢度，咁啊，睇下下一只要介绍嘅 Metal Robo 云会唔会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实战配色自由高达啦？拜拜。喂，好靓喎呢个。不过我同啲色边咧。係啊係，因為佢冇佢派人冇吸咧，所以佢出嚟有少少飛邊。係啊，好係就係爭啲鞋，我覺得 OK 嘅啫。唉，好唔舒服啊！睇完呢只嘢，點解買？買咯，但係我貴。唉，二十個新。喂，死咯！頭先呢一段嘢有冇錄㗎？有㗎。哇！哇！依家諗起你係阿的撳㗎嘛？直播㗎嘛？